哎，周丹姐，小姐，，好在不是遮尔多人，多谢电梯内底，像夜晚遮尔多人，好佳哉，日替我挡人，哈那无，我差一点仔无法度喘气啊。真哪有啥啦，咱是朋友，啊朋友本来就应该互相斗相共啊。 雷威，今日了，阮伫咧做街坊，甲恁带请雷威，甲我做一个默契小游戏。是啥物默契小游戏啊？是安尼，阮们准备三个问题，恁的回答答案若是同款，就算答对，阮会送你一个小福袋哦。 我当当一个经理位呢。 即马煞变成一个小小的秘书啊！唉，愈经历愈压榨啦！唉，先看一下新闻好啊。吴信泰又搁走去，甲夜市高高低啊！ 竟然阁接受访问，这是对唔对啊？请放心，我问问一挂私人的问题。桂林嘛，问题啊较趣味一下，才会同意。好啦，那你就无问题啊。哼，这实在无偌久尔，想啥物默契啊？要笑死人好无？请问，啥只纽约的自由女神为虾米一直徛的？啊，这是虾米戆问题啊？ 人为就有默契。第二题，人在什么时阵才会任人宰割？手术待定。这题我嘛会晓啊，这不信的，根本就是趁虚而入嘛。人为配合就好诶。第三题，蝙蝠侠甲超人上大的差别是啥？ 这题啊，我看你阿妈来回答的。请作答，机能。超人是内裤穿伫外口，蝙蝠侠是内裤穿伫内面。耶！只不过是无说你同一个时间回答一个戆甲白白笑的问题，有啥物通 WiFi 啦？恭喜两位，这是小福袋送给您。
哇，这无信台啊，根本就是趁这个机会想要吃豆腐啊，真正是不输鬼啊！舅舅看到阿乐像恁两个这样啊，相敬如宾，少来来，刚会当，请恁拥抱一下。啊？啥货啊？讲伊两个人是翁仔某，已经足超过了呢，搁要叫伊相揽，啊，这个网红超歹去啊，是无啦？是安尼啦，阮伫咧做收集拥抱，收集到一百个，阮就会把今日的岛内捐出去做公益，刚好恁就是最后一个，敢会当先赞阮？唔通啊，雅姐，这绝对是有母亲的设计局，你唔通跳落啊！喂，爸。啊，有啦有啦，我拢接你好啊，咱随时当出门哈。两位会当分开啊？感谢恁两位到沙冈，新年快乐，百年好合。咱这福袋来运一下哈，既然这是咱两个奖品，咱捡一半。嗯，这是我细汉时阵爱食的糖啊。我嘛是呢，想袂到咱两个有同款的童年记忆。嗯，好，等下我赶去公司开会，我先送你回去。不用啊，家里我的办公室真近，你去买你的。哦，那你拍谁呢？我先来走啊，你家己较顺利哦。嗯。一人一半。无安尼啦，你若是感觉心内有负担，无你就当作是我在利用你啊，是我需要你来做我的心灵支持。你若是有需要吼，我再买单给你扣。这巧克力是要安怎送给伊？要安怎表达我的感谢？江老强，你在藏物件啊？啊，迄是啥？有啥物好康叫我看到？无啦，啊就你遐嘛无先弄门呢，害我惊着。哦，歹势啦，我拄只就伤过欢喜，袂记弄门啊。为什么大清安尼欢喜啊？你想着要安怎出去的方式啊？唔是啦，是阮家的人吼，要来跟我食团圆饭，因传就是才要来吃哦、喔。啊，想讲你马上会来吃。免啦，啊！恁厝内底人食团圆饭，我一个外人呢，最奇怪。什么外人？你今麦对我来讲上重要，比我的亲人搁较亲呢。你若是无爱来吼，这顿团圆饭，安尼就无意义啊嘛。你的好意哦，我有收到啦，啊，唔过恁去食就好啊，多谢你啊。要是讲恁厝内底人会来跟你食团圆饭。可能啦、啊，你帮我看，你把我关在家，想要把我嘴打开拢袂好啊，那有可能跟我吃团圆饭啊？老实讲，我嘛无想要看到伊，
是讲我即马唯一的遗憾是，我真正想要看到的人无法度看到，连一句新年快乐都无法度甲伊讲。这个任务吼，就交乎我。这句新年快乐吼，我一定使命必达。嗯，你帮他走。等下我妈来的时阵，我就甲伊借电话，互你敲唔就好啊。不可能啊，阮办公室一定管制所有的访客啊。所有的手机啊，你若收起来，是要去倒位摕着手机啊？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无手机啊嘛无要紧啊。你想要甲谁讲，想要讲什么话，你甲我讲。我叫阮妈出去的时阵，替你传话唔就好啊？对吼。那你妈哩？我是要传什么话啊？跟朱丽萍讲，其实江传就是江道成，其实我就是伊的孙。你是想要讲啥？哪会刚刚讲一半？喂，有人接无？啊，是咩路啊？多谢你的好意。你是不是也是无法度信任我？你哪安尼想？我邀请你吃团圆饭，你无爱答应。我讲我要替你团圆，你嘛拒绝。不管我讲啥，你拢无爱接受。你敢那要提防我同款？我哪有可能提防你啊？我若提防你，就不可能准备咧新年礼物要送给你啊！新年礼物？现在在这里也没办法传到什么好礼物，这个又是我替厨房的阿姨洗碗才换到的。我想要跟你说多谢，这阵子有你的照顾还有保护，我才可以整场好。多谢你。我知道这个礼物是很重生的，你不介意也没关系，我收起来就是了。你要好我，讲好我就是好我，哪能收回去啊？我拄只无反应是因为我受过感动啊。我这蚂蚁人吼，上爱食巧克力啊，我怀疑拢袂赴啊，我哪有可能去嫌啦？而且哦，这是你足无简单才摕到的呢，内底有你妈妈的心意。以前我收过真侪珠宝啊、钻石，拢无这贵重，因为心意吼是用钱买袂到的。你是不是为了我面子才安尼讲的啊？等你去外口就单调啊！这是你送我头一个礼物呢，我哪有可能单调啊？我也不是神经病啊！伊咧吼，你袂当跟我做伙食团圆饭，安尼会当陪我食巧克力吧？袂啦，我送予你，你家己食好啊。咱即马吼是亲密战友呢，所以爱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一人一半，感情才袂爽。